圣十字教堂是亚美尼亚建筑的一个奇迹。教堂内的锥形圆顶有20.4米高，还有几间小小的礼拜堂。教堂中的宝石、珍珠和黄金早已消失，墙壁上仅留有一些严重磨损的装饰壁画，大都是宗教主题。那个是圣母玛利亚，在那边最上边有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有耶稣，这个是他的门徒。这里你们看的人就都是他的门徒。门徒，虽然有的这个色彩已经掉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这上面找到很多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全部是耶稣的故事，都是耶稣的，他出生到去世的时间，全都有。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看的话，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看小心的话，耶稣他这边，比如说他上边。看的是耶稣的最后往返，那边这个啊，是的，这一幅我们可以模模糊糊的看到它是最后的晚餐，还有这边可以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像。他这边是耶稣去世了以后，他去了以后还是回来40天以后回来了，所以他那边是我们叫马夏尔，马夏尔就是什么意思，耶稣去了40天以后再回来，所以每个人都很开心。他去的时候，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和他的妹妹，还有玛利亚马格达内拉，他们都哭了。但是40天以后，他再回来很开心，有那个 party 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也描绘了当时他40天之后回来以后的一个情景。对，就是耶稣。应该说是真迹了。还有一个什么，有的如果你们看其他的教堂，每个教堂里边他们画的人一个人，但是画的不一样，对，都是同一个人。比如说耶稣，你们看到不同的耶稣，不同的颜色，有的比较瘦，有的比较胖，听说什么画下来什么，就是每个人看的不一样所以阿纳托利亚城市里边东方边每个教堂的同一个人画的都不一样。蜡烛啊，这个小厅是当时做什么用的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家里边有问题，他还是过来这边跟阿拉说一说，跟耶稣说一说，跟他们说一下，放一个蜡烛，蜡烛的灯给耶稣，耶稣看到那个灯会听到他的话。这当时一定是有圣像。这是一个帮员，每一个教堂有那个帮员，对面有人做礼拜，这是最简单的最早的一个教堂的风格，现在还在用这个风格。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应该墙上还有一些彩色的那种有画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已经看不到，因为有的大部分是道长，也有很多道长，也有地震，地震以后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道长以后有人进去不怕滑油的地方。古代亚美尼亚人具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尤以建筑、绘画、雕刻等最为明显，但这是一个多难的民族。1064年，亚美尼亚被拜占庭所征服。1071年，塞尔柱土耳其开始统治亚美尼亚。1220年左右，亚美尼亚又被西侵的蒙古所统治。1375年，阿拉伯人为了彻底阻止十字军的骚乱，再度将亚美尼亚王国征服。更为残酷的是，1915年到1923年期间，由于战争，阿克达玛岛的僧侣们遭到屠杀，教堂和修道院被抢劫一空，其他建筑物也都被毁坏，这座小岛开始荒芜。